Let me go for one day. Let me lose myself again. Give me something for the pain. Always trying to pretend that I'm not living just a lie. Broken heart and shattered lives. Let me go for one day. Let me lose myself. Oh, I knew how this would end.跟大家分享的是冬季外套。那先跟大家说，我今天在镜头上面看起来就是脸比较浮肿一点，因为我现在生理期快到了，所以整个人呢就是有点那种肿肿的那种水肿，不是因为我去打玻尿酸。上一次有一次我也是生理期的时候呢拍影片，然后脸就非常的饱满，然后就很肿，就有人留言跟我说我玻尿酸打太多了。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就想说原来生理期浮肿跟打玻尿酸是有一样的效果，就是跟大家瞎聊一下。好，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冬季外套。一般来说我在选择外套的时候都会分成两类，一个是流行性比较高的，就是比较搭配型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基本款，比较是实穿型的。那这两种呢也会决定我要花多少钱在它们上面。如果这个外套呢它是比较当季流行的款式样式跟颜色，或者是它是比较特别，然后比较搭配性比较不一样的，那对我来讲的话，这一类型的衣服的话呢，可能我这一季会很喜欢，下一季我可能不一定会喜欢。这类型的衣服的话，我通常都是买来做穿搭比较多，所以我比较不会花很多钱在这一种外套上面。在用料上面的话，我就也比较不会那么的要求，毕竟我觉得面料跟价钱它是有一定的成正比。那经典的款式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经典的剪裁、款式、颜色，这种外套呢我就会投资比较多的钱在上面，因为大部分呢都是我每一年都会想再把它拿出来穿的。那这样的外套呢，我就会觉得它还蛮值得花多一点钱去买好一点的，那我每一年每一年都可以一直穿。所以我在买外套的时候就是会从这两个大方向去做决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外套呢，我觉得他们相似度都蛮高的。我觉得你们看完可能会觉得我选的衣服很无聊，但是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类型的衣服，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外套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搭配，你不用太担心这件外套跟你什么什么衣服不搭，所以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好，反正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想说先从最薄的外套、最不保暖的外套，然后呢一直到最保暖的外套。第一件是我身上这件，就是 Mango 的后针织的格纹外套。这件外套就是被我归属在于流行性的外套，它的设计就是比较有重点的这种大格纹，然后袖子跟衣摆地方都有这种条纹的设计，然后它是这种落肩比较宽松一点的剪裁，有点像是夹克的那种感觉。面料是这种厚、非常厚的针织，像这种比较有重点样式的外套，它就很容易可以在帮你很素的衣服上面呢就是加分。这件我觉得它穿起来是很舒服的，你可以把它穿得比较休闲一点，也可以把它拿来搭配针织的宽裤，就是比较淑女一点的打扮也可以，它发挥的空间还是算蛮大的。再来这件呢是长版的西装格纹外套，是有点格纹跟千鸟纹的一个混合。我自己比较少这种细格纹的长版外套，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件比较便宜的来试试看。那它的质量呢就真的就是一般，很普通，然后它也是就薄薄的，没有什么保暖性，它上面是有那种芥末黄的格纹线，就还蛮容易跟其他这些相似的颜色来做搭配。
那这件的剪裁呢，穿起来的版型呢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它并没有落肩，也没有 oversize， 所以乍看之下感觉会比较严肃一点。所以这一件外套通常我都是会把它拿来搭一些比较休闲的穿搭，像是牛仔裤跟球鞋这一类型的，它反而可以去跟我太过于休闲的穿搭呢来综合平衡一下。这件一样也是它的保暖度没有到非常好，所以就是依照你自己所在的地方温度呢去做穿搭上面的调整会比较好。好，在我身上这一件呢，就是上次跟大家分享过 Mango 他们家的外套，之前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件外套，所以我今天就不会讲太多。这件外套呢，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它的样子穿起来感觉是很像 Max Mara 的外套，我一直都想要去买 Max Mara 他们家的外套，但是呢，就是每一次呢，我可以穿的尺寸都很难买到好的价格，那他们的原价呢，我真的是也买不下手，这件价格就比较平价，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它的用料呢，其实就当然没有像 Max Mara 那么的高级。那我觉得这一件穿起来就是有那样的风格的感觉，但是它非常非常适合我的身形，它也是有那种慵懒宽松的感觉，但它不会到太大件，不会觉得我好像穿了一件不属于我的尺码的衣服，所以它对我来说有那种 Max Mara 替代品的感觉。虽然这件里面是混羊毛的，但是呢，它其实是非常的薄的，所以呢，它其实保暖度呢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还是要照你当下的气温去做搭配调整。所以如果你也在观望就是 Max Mara 他们家的外套的话呢，你不妨在下手之前你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评价的看适不适合你，你喜不喜欢，然后你再决定说之后要不要花更多钱去投资一个更经典更好的款式。好，那再来是这一件米色的大衣外套。我第一眼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根本就是我衣柜里面的衣服，就完全就是我的风格。那这件它其实也是偏薄的，这件它是 90% 的羊毛跟 10% 的 cashmere 羊绒，所以它的质料呢是非常舒服，光看表面这个面料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的质感是很不错的。好，我现在把外套扣起来，腰围的地方是还蛮宽松，就还蛮多空间的，肩膀肩线啊还有这个袖长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太大件。它有附了一条腰带，这个腰带呢是用扣子的方式，你可以这样把它扣上去，扣起来感觉是大概是这样，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就是跟我自己的风格是很搭的。这件外套颜色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这种很温柔很温柔的这种米白色。然后这件外套呢，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有这种毛领，我自己是很喜欢有毛领外套的人，就不管那个是真毛还是假毛，反正就是只要是有毛，我就会觉得哇，看就是有点贵气，然后有点温暖的感觉。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毛领应该是羊毛的材质，就是那种翻羊毛的材质。不过这个羊毛是那种比较粗一点，就那种粗粗的羊毛，不是那种很柔顺滑顺的。我觉得这件外套呢它用料很好，然后穿起来很好看。不过我觉得这件外套它的原价呢有一点太贵了，我觉得呢就打折的时候是可以买，原价的话我就不是很建议，我就觉得有点太高了。好，那再来这件，有没有觉得它看起来非常的眼熟？这一件呢是 Petite Studio 他们家今年的新款。那去年呢，它其实已经有出一款几乎是一样，但是是没有领子跟这个毛毛的袖子。然后去年那一款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我很常穿。今年他们的新款就做了不一样的配色，然后加了这种毛毛的领子，就多了一份贵气的感觉。这个领子跟这个袖子啊，都是可以把它拆下来的，就是像这样子。领子跟袖子不是真的毛，但是它摸起来超级超级舒服，很柔软，它比刚刚那个真的羊毛的摸起来还要来的柔软。一收到的时候啊，我多希望这两个材质可以对调，就是至少它在脖子的那种亲肤感是很舒服的，就我不介意它是聚酯纤维。我把那个领子呢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因为这件外套呢它是两面都可以穿的，那我选的这一个呢是里面是这种比较淡一点的玫瑰色。那今年加的这个领子跟袖子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穿法，就是你可以搭配毛领然后不要有袖子，或者是你可以有袖子不要毛领，你又可以是穿，你又可以穿里面又可以穿这一面，所以等于说这一件外套呢它有四五种的穿法，我觉得还蛮划算的。那来说一下这件的材质，这件我自己去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双面毛领的材质，所以它穿上去感觉很像你穿了两层毛衣的感觉，它的保暖度又比刚刚那些外套来得更保暖。那你如果里面再穿毛料或是发热衣的话呢，真的会让你的身体就是有热热暖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件除了外观好看之外呢，它其实保暖度也是相当不错的。好，再来是这一件灰色的外套，
这一件呢，它非常的有分量。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就是这一两年穿过买过最重的一件外套。它穿在身上的时候其实还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毕竟你的身体就分担掉那个重量嘛。但是它拿在手上的时候，我每次要把它这样套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哦，怎么这么重啊？它很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非常扎实厚实的一件羊毛外套，所以呢，它的保暖度其实非常的好，用料真的很扎实，我觉得它甚至还蛮防风的。这个衣服里面呢，就是还有做内里哦，穿起来你还是会觉得它蛮舒服的。这件还有那种非常浮夸的大翻领，所以它穿起来就是很有气势跟架势。肩膀的部分跟这个袖长啊，还有它这个宽度，我都觉得蛮刚好的。腰部的地方呢，也是稍微有比较宽一点点。这件它现在刚好在打折，它现在折上折打下来才100多块美金而已，非常非常的便宜。我觉得以它的款式样式，然后还有它的面料跟它的保暖度、实穿度，就是以它现在折扣的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超值的。这个版型跟这个款式，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基本款的，后年再拿出来穿，你都会觉得它还是一样好看。就是如果你怕外套很重的话呢，你就千万不要买。不过这个也是蛮见仁见智的啦，因为这件外套在打折的时候，我身边几个朋友他们通通都买了，然后我就传讯息给我朋友说，我收到外套，我觉得它好重，它真的很重哎。我朋友居然回我说，还好啊，我觉得没有到很重啊。我就非常的惊讶，我想说，还是因为她是妈妈，然后每天都有在抱小孩、扛小孩的习惯，所以她觉得，其实跟小孩比起来，这件外套不算什么，所以就见仁见智了。我自己是觉得真的还蛮重的。好，再来是这件玫瑰色的外套。这件外套呢，跟刚刚那件是同时候在折扣的时候买的。这件外套我看到那 model 穿，我就觉得天哪，这根本就是我的颜色，我应该要把它收下来。超级好看的那种带灰的玫瑰色。然后这件版型呢就比较直筒一点，就是那种 H 型的，它没有像前面那几款就是好像比较宽松。这一款呢，它的腰围的部分呢也是比较合身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的剪裁是非常非常适合娇小女生来穿。看我的肩膀的地方、袖子的地方，然后还有这个腰的地方，跟刚刚比起来，会不会觉得这件合身很多？就是合身非常的多，我觉得这整个这样剪裁看起来是很干净、很利落、非常优雅的。我本来买这两件外套的时候，我想说这两件的设计都是简简单单的，但是穿上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刚刚那件是很有气势的，然后这件是非常优雅的。那这件跟刚刚那件灰色的呢，两件穿起来都很挺，比较有厚度一点的，所以呢，它就可以让这个外套就是看起来是很笔挺的。这一件呢，它一样也是很厚实的面料。这件呢是75%的羊毛，然后它是有做内里的。不过呢，这件没有比刚刚那件重啦，这件已经比它轻很多了。前面这几件大衣的面料虽然都是有羊毛成分的，但它摸起来的那个触感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像这一件外套跟刚刚那件灰色，都还蛮适合上班的时候搭配一些套装来穿，就是会蛮好看，因为它是很利落的。那刚刚那个Petite Studio 他们那两件外套，是比较适合平常的时候可以穿。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两件羽绒外套。好，就是这两件羽绒外套，这一件在上次那个整理行李箱的时候有跟大家稍微的分享过，我现在就把它稍微来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这件是我很喜欢的羽绒品牌，我之前有发过冬天的外套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很喜欢他们家的羽绒外套。这个是加拿大的品牌，他们家的羽绒外套呢质量非常的好，羽绒呢都是用很好的羽绒，所以它的保暖度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除了保暖度之外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他们都是比较年轻、比较有个性、时尚一点的设计。像他们的羽绒外套很多都是羽绒跟皮革做结合，他们在一些领子啊、袖口啊或者是拉链的地方都会去藏一些皮革的设计，但它又不是很夸张的，是那种在你可能会看到但是有可能不会看到的小地方做这样的细节处理，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这次买的这一件是薄款的羽绒外套，我买这一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它搭在我的大衣的里面。之前我叠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呢，我都是买 Uniqlo 他们家的，然后我今年就想说我想要买好一点的，越来越怕冷。 Uniqlo 他们家的对我来讲太薄了，对我来说可能不够暖，所以我就学了想说那我要买一个真的是可以很暖的，所以就买了这一件。这件虽然它也是薄款的，可是它很暖哇！这件穿起来这个腰身啊，跟它的合身度超好看的。然后它的袖子的地方啊，这边是做松紧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袖子的地方
有多贴合我的手臂，完全没有那种胖胖的那种米其林的感觉。可以看到这边是做直的交叉，这边是横的，然后这边是直的。有没有觉得我的胸口的地方做这样的剪裁，反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利落，就是很像一个很合身的夹克。那时候冬天如果没有到那么冷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就是单穿这件外套，它搭配一些黑色的裤子啊、靴子之类的，也会非常非常帅气。所以呢，如果你们在找一些保暖好看的羽绒外套的话呢，我还蛮推荐他们家这个品牌哦。然后他们家的大衣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也很推荐。再来这件呢是芒克他们家的羽绒外套，这件我很喜欢，我自己比较少这种短版的羽绒外套，所以我今年就买了这一件短版的。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是一件童装，他们家其实有很多衣服的款式是有大人版跟小孩版的，它的价差大概是一倍，就是大人如果是1000的话呢，小孩的版本可能就是500。那比较娇小的女生呢，其实可以直接穿他们家的童装的。他们家的童装的12Y 跟14Y 其实很适合娇小女生的。我158公分，然后我是穿12Y， 我还不是穿童装最大件，所以呢，就比我再更高一点点的女生，你可以穿到14Y， 就是14Y 大家可以穿到162公分左右。这一件的版型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款式，大人跟小孩都有出，然后他们还有出另外一个版本是有毛领的。我买的这款呢是没有毛领的，这件我穿12Y，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版型如何。它大小是非常刚好，就是袖子的地方呢是很刚好，就是刚好在我的手腕的地方，它也没有到太短，然后下面衣摆的地方也不会太宽，也不会太窄。通常呢穿短版的羽绒外套呢，尽量不要穿下面太宽松的，如果太宽松，走在路上的时候风会一直从下面跑进去，你会觉得很冷。相信我多年在冰库里面的经验，我觉得甚至有比成人版的来得更合身一点。那他们家羽绒衣就是厚薄度都不太一样，保暖度也不太一样嘛。那这一件我觉得它的保暖度还算不错，套一件毛衣的话呢，你会觉得还蛮热的，所以这件呢是我还蛮推荐的。所以娇小女生如果在观望他们家羽绒外套的话，不妨可以去翻翻他们的童装。就是我在找的时候，我有发现他们家童装12Y 跟4Y 啊，其实很缺货。就是我在想，应该很多娇小女生都在买他们家的童装，所以呢，就如果你有看到你可以穿的尺寸，然后样式你又喜欢的话呢，就是要赶快下手。好，那以上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今年冬季买的一些外套。就是今天影片看完之后呢，一定要去看下面讯息栏的部分，因为今天讯息栏会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我今天介绍的外套之外，我也会把我一些我觉得我以前买的外套，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些讯息呢，也放在下面资讯栏的部分。好，以上就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近期买的一些外套，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咯，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啦，拜拜。